他是带细细宝宝都在那里，他就在他刚刚说，就在你们去把爸爸。对，所以你看他们一家人。我是小星星，弟弟，好可爱哦，不一样，他跟爸爸。看有没有喂东西吃了，肚子饿了。另外一个在翘脚，这个是母的，这个是母的，是吧？有看到小孩在那边，因为晒到太阳。你要不要脱背心？而且我看到他在擦鼻涕。对，他在照顾小 baby 啊，就像我照顾你一样。他是不是脚也是在踢，是跟你哥一样？他爸不理他。他爸不理他。他爸看一下。真的吗？那个星星他好嗨哟、好了，我们换下一个地方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